老师好，今天我们学比的句子，我们先来看，这是什么？西瓜。很好，这是什么？苹果。西瓜多少钱？西瓜20块钱。20。20。再来。西瓜20块钱。苹果多少钱？苹果5块钱。很好，西瓜和苹果谁贵？西瓜比苹果贵。很好，一起。西瓜比苹果贵。西瓜比苹果贵。好，西瓜和苹果谁大？西瓜比苹果大。很好，一起。西瓜比苹果大。西瓜比苹果大。好，西瓜和苹果谁重？西瓜比苹果重。一起。西瓜比苹果重。再来，西瓜比苹果重。西瓜比苹果重。好，跟我读，西瓜比苹果贵。西瓜比苹果贵。西瓜比苹果大。西瓜比苹果大。西瓜比苹果重。西瓜比苹果重。好，我们要比两个东西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句子。我们再看哥哥和妹妹谁高。哥哥比妹妹高。妹妹。哥哥比妹妹高。一起。哥哥比妹妹高。哥哥比妹妹高。很好，谁矮？妹妹比哥哥矮。一起。妹妹比哥哥矮。好，哥哥和妹妹谁大？哥哥比妹妹大。很好，一起。哥哥比妹妹大。谁小？妹妹比哥哥小。一起。妹妹比哥哥小。好，跟我读，哥哥比妹妹高。哥哥比妹妹高。妹妹比哥哥矮。妹妹比哥哥矮。哥哥比妹妹大。哥哥比妹妹大。妹妹比哥哥小。妹妹比哥哥小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女孩和男孩谁的书多？女孩的书比男孩的书多。好，一起。女孩的书比男孩的书多。好，我们这个还可以不说，怎么说？女孩的书比男孩的多。一起。女孩的书比男孩的多。谁的书少？男孩的书比女孩的书少。女孩。女孩。好，再来。男孩的书比女孩的书少。一起。男孩的书比女孩的书少。好，这个书我们也可以不说。男孩的书比女孩的少。一起。男孩的书比女孩的少。好，跟我读，女孩的书比男孩的多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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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男孩的书比女孩的少。男孩的书比女孩的少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有两个饭馆。好，我们来比一比这两个饭馆。右边的饭馆比左边的饭馆大。一起。右边的饭馆比左边的饭馆大。好，还有吗？右边的饭馆比左边的饭馆漂亮。一起。右边的饭馆比左边的饭馆漂亮。右边的饭馆比左边的饭馆干净。一起。右边的饭馆比左边的饭馆干净。右边的饭馆比左边的饭馆贵。一起。右边的饭馆比左边的饭馆贵。好，来听我的问题。北京冷还是你的家乡冷？北京比我的家乡冷。好，问问他，你的家乡冷还是北京冷？北京比我的家乡冷。好，你的个子高还是他的个子高？他的个子比我的个子高。好，我们一起。柯伟的个子比晶晶的个子高。